哋喺呢度進行咗係100小時嘅住宿行動。我哋目的係抗議一個不民主嘅政改方案，抗議呢個翻箱嚟嘅政改方案。我哋係呼籲大家，請你參加1月1日嘅大遊行。1月1日嘅大遊行，去領導特區政府、中央政府係要重視翻我哋市民嘅民意。我哋要民主，我哋要自由，我哋要呢個不民主嘅政改方案。我哋亦係希望香港嘅優勢係能夠保持，而香港嘅優勢嘅保持，必須要推動咗民主嘅進程，先至能夠保住香港嘅優勢。